隨住多個國家都有發展彈道導彈，甚至可能搭載核彈頭，點樣應對成為防衛部門的重要工作。彈道導彈發射一般分為三個階段，發射初段稱為助推段，導彈一直加速準備衝出大氣層，期間彈身和彈頭分離。這個階段雖然最容易被偵察，但由於時間短，只有幾分鐘，攔截有一定困難。彈頭在大氣層外慣性飛行，稱為中段，佔整條彈道的八成到九成，由於時間較長，飛行穩定，所以較易攔截。中段攔截的時候，雖然較易掌握彈頭去向，但是由於高度高、距離遠，需要性能更強的配套，例如遠程預警系統、攔截系統和指揮管理。配備在美軍神盾艦的標準三型導彈就是用在中段攔截，隨著彈頭越來越接近目標，彈頭再次進入大氣層，稱為末段。受到重力影響，彈頭的速度可以達到音速20倍，由於速度非常之高，所以很難攔截。就算擊中彈頭，高速的碎片亦都可能對攔截一方造成損失。美國的薩德和愛國者導彈都是屬於末端攔截，分別是薩德的攔截高度高很多。另外，由於中段攔截用的導彈能夠飛出大氣層打擊彈道導彈，所以有分析認為它理論上亦都有能力擊毀敵方的人造衛星，包括間諜衛星。有線電視記者張偉聰報導。